指挥使青龙接旨。 我最恨的是算不清的账。望你帮我做件事。你要我做的事，我一定会做，不管你是骗我，或是不骗我。天地虽大，谁的道最快，就谁称霸。我们可以合作。 不是一样，把自己哥哥给杀了。大事已了，我会下来陪你。青龙，要是我们能站在战场的同一面，那该多好。可在倒下之前，谁挡我，他就会先倒下。 已经利用完我了。